最遥远的距离就是这样，好像是最亲，对，但是法律上既然他不是继承人，那最亲的你看姐姐的小孩哦，他姐姐已经不在哦，他们就不能继承你的财产，就变充公。那说那他们那我想把钱给他可不可以，就要必须写一份遗嘱。他的旗袍款式就料子很好，但是比较宽大，是是。那我后来就把它拿去给旗袍师傅改成是符合我的身材，然后重新设计。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去保留奶奶的爱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。然后这是另外一件，一样就是布料很好的老旗袍，然后我改成我的样子。哎，记得说哇，我都没有家属啊，没人来行嘞。系啊，我想下边啊，隔壁啊，迄摊较济吼，我去啊拜托，下啊无你嘛来咱咱来当做讲哦，伊的朋友来甲指讲一下，哎，他们也很乐意啊，伊嘛当做做好事啊。